你笑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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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一边说很辣很辣，一边都吃光了。美女，今天去哪里？哎呀，美女，请上车。要不要去兜风啊？当然必须啦。今天钱，看来是钱是带够了，钱包很胀啊。哎呀，我钱够不够我都忘了这钱的事儿。没有，一卡在手。啊。叫什么？吃喝玩乐都有，是不是？哦、是不是这么说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都懂。他现在能玩吗？反正就。拿那玩意摁来摁去，哇，这个45块钱超值。这下什么钱这个？你们家闺女先玩这个，然后再玩这个，这个暂时还不能玩。4家4岁家。这一块钱175吧。啊 ，V10，我怀疑你上一次说的是 V8。哦，是吗？V8应该减150，没可能减了两。他还送这么，他是多头的嘛？哦，多头的就比较好。我看一下是不是跟我们家那个好像是一样的。一样的，应该是 V10，V8还不是这个头。哦，就这个地方还是跟我们家那个就 V7一样，是那样的头。拿下，555加完税600多，大出血。哪个？500？哦，570啊！这么贵哦！这么贵啊！好像没比官网便宜多少。太贵了。你这个吸尘器可以，它剪了那么多。那我再拿一个。拿了，你看这个万圣节的服装。哎呦。小朋友的服装。哦，我想给他买一个大南瓜。上学的套身。娜娜房间就是给他买的这个。就是这个牌子这个。对呀、啊，就减价的时候，也是 Costco 买的。哦。现在不是也减200块？他们经常减价的。五花肉。没有皮的，是真的好肥，哎呀！我老是觉得他们这里的猪肉也是有一种那种味道，是吗？是太重了那个味道。那我上次做那个没味道，嗯，也是这个肉，这个、怎么弄的？就说我先拿水泡了一泡它，哦，把那个血水泡出来。对对对，我泡出点血水，然后我再切，哦、然后切完之后焯水。你焯水吗？我焯水，焯水。啊，就是做把它放在凉水里，会焯水。焯水里头你放料酒吗？会料酒、葱姜和那个花椒。啊，一定要放花椒。哦、然后我上次那个你那个弄完的汤汁啊，我还拿来煮豆。哎呀，姐姐，咱不这样行吗？不是这个真的很好下饭那个汁。这个还行吧，就是瘦一点。我也其实就是做着吃。你只要喜欢做五花肉。就他们爱吃这个肉夹馍，给他们做肉夹馍。哦，你后面要种菊花吗？对对对，特意留了2台种菊花。16块钱啊，可以哎。价格还 OK 啊。啊，还有5颜6色的，这么大盆哎。好多花苞还没开。对。哎，我要不要？16块钱真的不错嘞。对啊。买了2盆菊花。你笑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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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一盆里面还有4颗呢。这个也是很值啊，在 Costco 买这些热带植物也是很合算的。好像又不一样了哦，是吧？这个叶子大一点，这个叶子小一点。你看一样吧？不一样。你看这个叶子那么大。哦。它一盆只有1颗，这个一盆有4颗，所以有分别的。哎呀，今天这位姐姐大丰收了，大出血了。大出血是要上医院的。荷包，大出血。阿弟啦。转眼这个暑假也过了一半多了，再熬熬吧。在家也烦，上街也头疼。哎，只能送到学校是最好了。今天这个云多漂亮！一个蓝天白云。我们今天去买点中国菜，好吧？
就多一边了。好边。荔枝哦，2块钱，我要扒一半啊。哇，要不要吃荔枝？要。挑两个这个 broccoli， 是1块7毛8一盘。这个吧，西兰花，冬瓜1块4毛8一盘，买一个冬瓜煮汤吧，好吧？还是买娃娃菜吧，9毛8一盘。买一块叉烧肉，我把它弄成肉碎，来包馄饨。好久没包馄饨了。叉烧肉2块9毛8一包。上面这一块可以吗？对对对。好，谢�ие。6块4毛8。韩国这个杏鲍菇，2块钱一包特价。买一包。大统华居然有猪皮买了。娜说要买年糕，要买两包。This one. 那你买一包这个，买一包这个片子，切片子。I'm ready. 2包6块钱，肠粉，蒸肠粉，鲜虾肠粉跟海鲜肠粉，买一包试一下，10块8毛8，会员价。买这个吧，海鲜肠粉买一包。I hope you die. I hope you never come back. I hope you lose your life. 嗯，没人的地方就可以去。依然你行得唔得啊？放上去啦，放上去。这个力气还挺有分量的。Hello， 今日消费是52块2毛5，就一袋，走了。我们中午吃什么呀 ？McDonald's。不要吃麦当劳啦，哎，不如我们去吃拉面吧，好吧？吃一碗热腾腾的拉面。I'm sweating。好吧，那我们去吃拉面。现在是饭点啊。排队吧，满了，里面爆满了。这家生意永远是最火的。好了，终于都坐下了。你们吃汤面是吧 ？OK。一眼那种有个土豆片，好吧，一眼的最爱。红烧鸡面，对，面，面条是细的，嗯，3细的，3细，辣椒、花椒看多少了，正常的，然后再要一个那个牛肉面 ，regular， 然后再要个那个土豆片，土豆片，金烧烤吗？对对对，2点钟之后再去火锅，2点钟，这个可以点一下那个套餐，然后会有个小菜，还有面，还会额外加一个鸡蛋。要这个套餐吧？哦，好的，就刚才把小辣的那个换成这个套餐。对对对。那下面的吗？啊，就这么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好，酸酸甜甜，然后它这个土豆丝是炸出来的，是很酥脆的。这种 spicy， 没有 spicy， 酥脆。4个人叫了2碗面，应该是刚刚好了，叫多了他们也吃不完。完了。You have 30 million people, or 70 million people in the country. 你们好食吧？俾外卖好食。好啦，康老今天厉害了，竟然能吃辣了。他一边说很辣很辣，一边都吃光了。I'm done, let's go. 吃饱喝足回家喽。